你偷学的这些剑法根本空泛无力，就算练上十年也成不了大器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不是想要学习武功吗？我可以教你。你真的可以教我武功吗？这个一心痴迷武功专研的小男孩名叫李星云，当他见到眼前的神秘人出招后，便立刻下跪请求神秘人教他武功。可他却不知道，眼前头戴斗笠的神秘人正是已经活了300多年的不良帅。他告诫李星云，他可以将毕生的武功传授于他，但千万不能将他们师徒的秘密泄露出去，包括他的师父杨叔子也不能知道。而剧情的开头还要从街头的这个馒头说起。唐末年间的朝廷开始衰败，各大宗教势力横行霸道，百姓也开始从民变改。此时的李星云正跟着一位老者沿街乞讨，这时前方突然出现玄冥教的鬼面骑兵，老者连忙将李星云掩护起来。这时屋顶上一位头戴斗笠的神秘男子从屋顶上飞檐而下，他正在逃避玄冥教的追杀。这名男子武功显然不一般，排出飞沫便将前方的敌人从马上击落，可房屋上的杀手又展开了联合空中袭击。传闻玄冥教做事阴狠毒辣，一旦被盯上便会不死不休。男子经过无休止的追捕，早已是精疲力尽，他自知此番必定凶多吉少，于是拦住了李星宇孙两人。在下有一事相求，若能将此钱袋送到城外的五里亭，里面的钱便归你们二人所有。老者本不想卷入这些江湖纷争，可当他看清钱袋上的独有标志后，便毅然决然的决定。临走时还问了男子的姓名。之后爷孙两便来到了五里亭，老者见到相托之人后便当即跪下。原来老者识出此人便是隐士高手陆有杰，老者感知自己已经风烛残年，无法继续忽悠李星云，便想着让陆有杰收李星云为徒。可陆有杰却以不变为由推脱了老者的意愿，老者无奈之下只好亮出李星云身上的玉佩。陆有杰见后便是大为震惊，似乎猜出李星云的身份，却不料这时六名玄冥教的鬼面人扛着棺材踏空而来到了他们的面前。接着一道白衣女子从关中飞身而出，女子正是玄冥教的护法白无常，现身后便开始双掌击出暗器。陆有杰见状连忙抱着自己的女儿向后撤退，躲避了暗器的袭击。而老者为了保护李星云，则用自己的背部挡下了射来的暗器，之后连遗言都没来得及交代便倒地身亡。而白无常此行的目的便是为了陆有杰手中的龙泉剑而来，面对冲杀而来的玄冥鬼兵，陆有杰丝毫不慌，只见他一跺脚，地上的暗器便悬浮到了半空，再顺势一挥，暗器便疾射而出，瞬间击退袭来的鬼兵。白无常见状也飞身而起，袭向了陆有杰。然而陆有杰还是一个侧身轻松的躲过，接着一脚便将白无常击飞出去，狠狠地摔在了台阶上。玄冥教的黑白无常向来都是形影不离，为何今日不见黑无常的身影？正在陆有杰疑惑之际，一个鬼魅的黑影突然闪现。玄儿，快跑！陆大侠手里拿的可是我们要找的龙泉剑。原来黑白无常自知即便两人联合出手也打不过陆有杰，便想趁机抓住他的女儿做威胁，让其乖乖交出龙泉宝剑，却不料这时李星云突然咬住了黑无常的小腿。这个臭小子活得不耐烦了，连无常都敢咬。趁着黑无常将其甩飞之际，陆有杰迅速出手抢回女儿后又与黑无常对击一掌，两人都震退了数十。可让陆有杰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竟然中了黑无常的尸毒掌，现在他只要动用内力，尸毒便会侵蚀他的五脏六腑，然后毒发身亡。之后黑无常便开始欺身而上，二人交手几招之后，陆有杰便被一拳击飞出去，手中的龙泉剑也被黑无常夺走。就在黑无常飞身上前准备索命之时，一道身影突然闪过，黑无常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双掌击飞，龙泉剑也被夺走。来者正是杨叔子。黑白无常见状大惊失色，慌忙施展遁地术逃离了现场。而陆有杰因为动用内力，五脏六腑已被尸毒侵蚀，奄奄一息的他将两个孩子托付给杨叔子。当杨叔子看清双鱼玉佩后便眉头紧锁望向李星云，可面对将死之人所托，杨叔子也只能应下。之后他便将李青云二人带回了剑炉隐居，然而杨叔子却只是让他苦学医术，武功更是一招一式都不愿传授于他们。凭什么？为何只有陆凌轩学武，我却只学医术？这不公平！我也要学武。你跟着为师学习医术，直到把这本医书背熟为止。凭什么？为何只有陆凌轩学武，我却只学医术？这不公平！我也要学武。为师给你2天时间，2天之内，你若无法背完这本医书，就去山上赶50桶水回来。你，却不料杨叔子的这一行为
反而是李星云对求学武功的欲望更加的浓烈，于是他总会趁着杨叔子教陆林轩之际，偷偷躲在背后学习剑法，之后便会来到后山练习学来的招式，而这一切都被不良帅看在了眼里。这天李星云在练习剑招之际，不良帅打断了他：你偷学的这些剑法根本空泛无力，就算练上十年也成不了大器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不是想要学习武功吗？我可以教你。徒儿李星云拜见师父。原来杨叔子和陆佑杰曾经也是不良人的一员，八年前不良帅将龙泉剑交与他们保管。这把剑原本叫做龙渊，因为要立高祖皇帝的名讳才改名叫龙泉。龙泉，传说此剑中藏有一个惊天的秘密，不过天下大乱，地势衰微，凭借此剑中的秘密就能够平定天下，匡扶地势。现在我要将不良人解散。什么？之后不良人便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，陆佑杰与杨叔子便带着龙泉剑隐姓埋名归隐江湖，等到那个带着双鱼玉佩的人出现，他们便可重新回归不良人。然而二人早已厌倦了江湖上的恩怨纷争，杨叔子更是将李星云的身份隐瞒起来，甚至连一招一式的武功都不交给李星云，这也是为了不想让他卷入这个险恶江湖的纷争。可不明真相的李星云始终不理解杨叔子的用意。然而时光飞逝，一晃又过了八年，而这天杨叔子突然收到不良人的秘密信件，杨叔子看完之后知道江湖又即将迎来一个可怕的浩劫，自己和龙泉剑势必是藏不住了。于是这天杨叔子找到李星云兄妹二人，想考验一下陆林轩这八年所领略的武学成果，而且这次还允许李星云在旁边观战。可没想到一向对陆林轩疼爱有加的师父这次却下起了狠手，没过两招便将陆林轩打飞倒地，口吐鲜血。至此杨叔子还愤怒至极地骂道：学了八年竟然还是个花架子，如此不堪一击，根本不配做他杨叔子的徒弟，更是用他父亲的威名辱没他，根本不配做陆有杰的女儿。陆林轩开始愤然起身，手持长剑再次劈向杨叔子，却被杨叔子轻松甩飞，之后一脚将他踢飞上了半空，接着紧随而上又双脚将陆林轩踩踏而下，狠狠地坠落到地面，紧接着又一脚将他踹飞。没用的东西，起来再打。师父不要再打了，师妹会没命的。在还没等陆林轩站，杨叔子又是使出超强一击，这一招李星云小时候就看见过杨叔子施展过，只见杨叔子凌空飞起，直入云霄，接着一道强大的冲击波从天而降，瞬间将河滩的沙石击得粉碎。如果杨叔子的这招击中师妹，那将必死无疑。李星云刚准备上前阻拦，奈何惊鸿已经击中目标，但他不知道其实杨叔子触碰前却已将气浪分散，看师妹就着直挺挺的倒地。李星云以为师妹已经凶多吉少，犯错的是我，为什么不惩罚我？现在轮到你了，你不是一直觉得医术没有用吗？现在你师妹身受重伤，就要死在这儿，你就拿出你这么多年所学的本领将她治好。为师提醒你，她的命都在你手里。谁家出面啊？三人正是玄冥教的黑白无常，而陆林轩看清他们的相貌后瞬间大惊失色，因为此二人正是自己的杀父仇人。听闻宇宙药王今天娶媳，是他聘礼是一株千年火灵芝，只要你们答应把火灵芝交出来，我就饶你们赴死，不然我让你们的婚礼变成葬。他没等白无常说完，性格刚烈的陆林轩再也按耐不住，就要冲上去为父亲报仇，好在李星云及时拦住了他。小妹妹，姐姐我杀人无数，不知道你爹是何人呢？玄灵，不要跟这个丫头多纠缠，先拿到火灵芝要紧。
废。姬如雪最终还是被玄冥教的鬼差围堵在了小树林，但身为幻音房的第一侍女，实力自然不容忽视，没几招便将玄冥教的鬼差给全部干掉。之后三人又追逐来到了河滩，面对黑白无常不死不休的追踪围攻，姬如雪只得应战，但很快就落入下风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一道身影飞身而起将其接住。李星云虽然猜到眼前这个新娘是个冒牌的，但已经被她的容颜给迷惑了。黑白无常见有人阻拦，瞬间大怒，这是玄冥教和幻音房之仇，与你有何干系？我受人之托就得忠人之事，今日我不但要取回火灵芝，更要取了你二人的狗命。说完便朝黑白无常袭击而去，没想到李星云以一人之力对抗黑白无常，却依然不落下风，凌厉的掌法更是打得两人难以招架，交手不到几招便将黑白无常双双击退。而姬如雪见状便趁乱逃离，李星云再次出手将黑无常缠住，而陆林轩则拦住想要追击的白无常，至此黑白无常才幡然醒悟，原来二人正是八年前被杨叔子救走的两个孩童。千年火灵芝虽然重要，可如若能通过他们找到杨叔子夺回龙泉宝剑，那对玄冥教必然是大功一件。正当黑白无常两人算盘打得啪啪响时，李星云突然击出飞剑向他们袭来，而后施展鬼影迷踪步闪现到白无常身旁，浑厚的一掌直接将机器击飞。黑无常见形势不妙，准备带着白无常就此离去，不料李星云掌风再次袭来，两人还手间互击一掌。当年陆佑杰命丧五里亭，便是中了黑无常的千师万骨掌，如今李星云在毫无防备之下与其对击，之后便发现掌心已然发黑，为避免尸毒入侵五脏六腑，陆林轩连忙拖着身中剧毒的李星云来到客栈。昏迷之前，李星云告诉陆林轩，千师万毒掌需糯米便可缓解毒方，然而大街上早已被玄冥教设下了天罗地网，无计可施的陆林轩突然想起了药王府，于是他连忙赶到去到药王府，可拿到糯米返回的路上，却被一位白发少年突然凌空扑倒。然而待他反应过来时，白发少年的嘴唇却朝他吻了下去，陆林轩一怒之下将少年踹飞，奈何白发少年此时已是酩酊大醉，死皮赖脸的要跟陆林轩回家。画面一转，姬如雪虽已成功逃脱黑白无常的追捕，可却发现千年火灵芝早已不在身上，这才想起李星云靠近自己时已经被他顺手牵羊将其盗走。之后姬如雪又偷偷潜回找到了李星云入住的客栈，两人缠打之时，姬如雪却发现李星云已经身中剧毒，为了让李星云说出千年火灵芝的下落，只能耗费自身内力帮助李星云将毒气逼至右手的指尖，而与此同时，玄冥教的鬼差已经将客栈团团围住。都听着，他们就藏在这里，就算把这客栈翻个底朝天，你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。干嘛这么着急走啊？我还想请少侠到我屋里去喝一杯呢。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再说了，这儿的人对你青睐有加的有的是，你不是另行一人。就在李星云拒绝花魁的赏识时，招生严军却带着鬼面民兵赶到。启禀严军，那个就是我们要找的李星云，他旁边那个女的就是抢走火灵芝的人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此时的招生严军也无心寻欢作乐，眼看龙泉剑的线索与千年火灵芝自己即将唾手可得，便想直接上前把李星云拿下，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刚交手便直接使出烈焰掌直拍李星云，而姬如雪以九天圣机则对付玄冥教的鬼面冥兵。幻音房的女人果然个个都不简单，就连打斗的姿势都那么的妖艳痛人，没几个回合便将鬼面冥兵全部放倒。而李星云对严军如此刚烈凶狠的攻势开始有些招架不住，很快就被招胜严军掐住了脖子。九天圣机见状连忙出手解围，面对变幻莫测的红绫以及九天圣机那曼妙的身法，没几招便将招胜严军给缠住。姬如雪和李星云连忙趁机逃走，而黑白无常则再次来到了陆林轩的客栈，二人打算用迷烟将他们迷晕后打包带走，却不料白发男子已经察觉到了他们，于是开始屏住呼吸又假装昏迷。这么容易就得手了，哼，之前真是高估他了。然而待他们进入房间降低警惕时，白发男子突然出手，面对突然而来的偷袭，黑白无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白发男子与陆林轩也趁机溜走。等他们来到大街上时，刚好遇见了李星云他们，之后经过几人商议，决定兵分两路逃出渔州城。然而三人刚逃到城外的密林中，又遭到了暗器的偷袭，而偷袭他们的正是阴魂不散的黑白无常。随后招生严俊也带着鬼面民兵缓缓赶到，
此时白发男子略感有些意外，没想到玄明教竟然会派出五大阎君之一的昭圣阎君来抓拿他们。昭圣阎君二话不说，直接发起了攻势。李星云再次与阎君缠斗到了一起，两人都使出吃奶的力在林中周旋。李星云深知如果自己硬刚的话，肯定不是昭圣阎君的对手，于是只能利用身法与速度和阎君对抗。未能占据上风的昭圣阎君开始凝聚内力，于手掌直击李星云而去。陆林轩见危险便想出手相助，却遭到黑白无常的袭击。白发男子见状瞬间出手阻拦，他竟然能以一敌二，还将黑白无常压制。落入下风的黑白无常便飞身退了回去。这时鬼面明兵则提刀冲了上来，白发男子见状直接将暗器击射而出。这小子来者不善。接着白发男子又凌空一跃，从折扇中击射出多枚暗器。暗器待他帅气的落地后，扇中的文字终于令黑白无常解开了心中的疑惑。通文馆，原来此人正是三大势力之一的通文馆少馆主张小凡。而李兴也趁机使出不良帅转手的功夫，开始凝聚浑身的真气于双臂之中，随后飞身而上直插云霄。就在众人诧异间，一道白光从天而降，一掌拍到了昭圣阎君的脑袋上。小妹如果愿意献身于我，我倒可以考虑赐她一颗赤鬼骨元丹。然而昭圣阎君的这一龌龊想法，以致成为他命丧黄泉的导火索。原来就在前一天，李星云施展出与不良帅所学的功法，将真气凝聚于双臂之中后，便飞身而上直插云霄。接着一道白光从天而降，直接一掌拍到了昭圣阎君的脑门，而强大的气流瞬间将众人震退。之后昭圣阎君便当场跪倒在地口吐鲜血，而李星云也因内力损耗过量晕了过去。而黑白无常见状只得扔出迷雾弹，然后连忙带着昭圣阎君离开。不料昭圣阎君却恩将仇报，只自顾着服用玄冥教的疗伤圣药。黑无常便想让阎君赏赐一颗圣药为受伤的白无常疗伤，不料昭圣阎君却看上了白无常的这身皮囊。不过你小妹如果愿意献身于我，我倒可以考虑赐她一颗赤鬼骨元丹。如果阎君不嫌弃，黑无常为了拿到圣药给白无常治疗内伤，只能委曲求全，先答应下这无耻下流的要求。黑无常接过圣药之后，便迫不及待地让其服下圣药。本以为一切都会相安无事，却没想到白无常突然一口鲜血喷出，黑无常大感不妙。经过翻查龙云古书之后，让他更是愤怒至极。原来此圣药唯有大星位的功力方可服用，若强行服用必遭反噬，内伤更加严重。黑无常开始认为这是昭圣阎君的故意而为之，而想要治好白无常的内伤，就只能服用千年火灵芝。可火灵芝乃是冥帝的所需药物，贸然服用必将惹上杀身之祸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昭圣阎君，然后吸收他身上的功力。但是如今他们显然不是昭圣阎君的对手，于是黑无常便想到了借刀杀人的办法。次日黑白无常便将李星云的行踪透露给了他。昭圣阎君为了这次的行动万无一失，便提前进行了埋伏。看来于州城你布下了天罗地网。你们有福气了，让你们见识见识北冥玄煞阵的厉害。北冥玄煞可谓是玄冥教最精锐的部队，面对如此精锐部队的团团围攻，李星云二人很快就招架不住。姬如雪更是一个躲避不及，被一脚踢飞，身负重伤。危急时刻，李星云过来挡下了攻击，之后抱着姬如雪飞身逃离。然而身受重伤的姬如雪根本行动不便，而北冥玄煞却紧随其后。他们躲进破庙后，为了尽快治好姬如雪，李星云只得拿出千年火灵芝让其服下。与此同时，玄冥教的追兵也赶了过来，李星云为了给姬如雪拖延时间，只好出来应战。他以一己之力对抗北冥玄煞，还要谨防昭圣阎君的偷袭，没一会便被昭圣阎君给击伤。之后又遭到了北冥玄煞的围攻，最终还是寡不敌众，被北冥玄煞的弯刀刺穿了肩膀。随着鲜血从刀刃上滑下滴落，李星云又瞬间暴走，一脚将一名北冥玄煞踢飞后，接着挥刀顺势横劈，将北冥玄煞纷纷逼向后退。本以为他可以逆转形势，没想到刚摆好姿势准备力揽狂澜，却不料下一秒就被踢飞倒地，无力再战。而就在此时，一枚飞剑击射而来，直接将一名北冥玄煞带走。原来正是苏醒的姬如雪，服用火灵芝的他功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而昭圣阎君得知火灵芝被他吃后更是怒火中烧，还扬言今天就要吸干了姬如雪的功力。之后双方再次展开恶战，纵使昭圣阎君所练的烈焰掌非常刚猛，可如今姬如雪的功力已今非昔比，只见他用力一点，匕首就直接洞穿了昭圣阎君的胸，并一脚将其击退。
而姬无邪并不想恋战，赶忙带着重伤的李行云撤离。招胜严军还想追击，却突然被身后的黑白无常偷袭。竟然是你们两个家伙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今天竟然栽在这两个蝼蚁的手里。可如今重伤的他，就犹如被拔了牙的老虎，只得任由黑白无常进行宰割。招胜严军怎么也想不到，今天竟然会栽在了这两个卑微的小鬼手里。你们竟敢以下犯上！可如今重伤的他，就犹如被拔了牙的老虎，也只得任由黑白无常进行宰割。随后黑白无常各一边将他架起，随着招胜严军的一阵痛苦哀嚎，他功力也尽数被黑白无常二人吸走，身体也瞬间化成干尸。之后黑白无常又将招胜严军带到竹林中进行抛尸，接着又将自己一掌打伤。原来他们是想将这口黑锅甩给李星云，而这一幕恰好被李星云与姬无雪看到。之后黑白无常便假装负伤回到了玄冥教的分舵，他们连忙向四大严军禀告。四大严军得知招胜严军被害的消息后非常之愤怒，而人圣严军之首的蒋灵姐觉得此事太过于蹊跷，于是命令二弟重圣严军让他们务必将此事查明。随后蒋圣严军又询问黑白无常火灵芝的下落，黑白无常则唯唯诺诺地告诉他火灵芝已经被姬如雪服用。蒋圣严军再次暴怒，手臂一抬，强大的真气便在掌中凝聚，显然已经对黑白无常起了杀心。但又想到这黑白无常可是孟婆的人，权衡利弊后最终还是决定将他们交由孟婆处置。而蒋圣严军今天的异常行为也让黑白无常起疑了心，考虑到他必会将所有的罪责都推脱到二人身上，随后两人一合计，与其这样等死，那还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先行一步回到玄冥教向孟婆请罪。孟婆先是毫不留情地将二人打倒在地，口吐鲜血，但黑白无常知道反正都是死，还是坚持将罪过都推到招胜严军的头上。这一切都是蒋昭义贪功冒进所致，一派胡言，蒋仁杰在信中已经尽数告知于我，你们兄妹休得狡辩。孟婆，那蒋仁杰为了自家兄弟当然推得一干二净，若我们兄妹二人真有违反之心，怎么会冒着生命危险回玄冥教领罪呢？眼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策就要奏效了，身后的大门却突然打开，随即天色变幻，电闪雷鸣。黑白无常看清来人后便开始面如死灰，他犹如闪电般的速度瞬间闪现到了黑白无常的身旁，强大的魔气从爪中发出，黑白无常便被凌空吸起。而这个长相奇特的小孩正是玄冥教的冥帝，因为强行修炼九幽玄天神功而走火入魔，所以才变成这副侏儒的模样。眼看黑白无常就要被他形神俱灭，孟婆急忙出言求情，黑白无常这才有幸逃过一劫。而现在的冥帝已然神功大成，千年火灵芝对他现在已经可有可无，所以此事暂且翻过。随后便黑白无常去寻找龙泉剑将功补过，倘若再有差池，定让他们形神俱灭于他的九幽神功。显灵帝不杀之恩，这个长相奇特的人就是玄冥教的冥帝，因为强行修炼九幽神功走火入魔而变成这副侏儒的模样。这次就看在孟婆的面子上，给你们二人一次机会。而黑白无常因孟婆的求情才死里逃生，但若再找不到龙泉剑，他们的小命就真的不保了。而且四大严军还对招胜严军的死耿耿于怀，一旦落实是他们在从中作梗，孟婆都不一定保得住他们，死里逃生的他们心中免不了后怕。但为了寻找龙泉剑的消息，也只能先去渔州城伺机而动。而这一边的蒋仁杰正因迟迟没有杨叔子的下落在发愁，而且同龙馆和幻音房的人都在虎视眈眈地想抢夺龙泉剑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出假消息，谎称玄冥教已经找到了杨叔子。若李星云得知师父杨叔子有危险，一定会着急以杨叔子会命，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杨叔子了。而另一边，女帝在得到消息后立马召见姬无雪，她先试探了吃过火灵芝之后的姬无雪，发现其功力果然精进了不少，便安排他急需追踪龙泉剑的消息，务必要赶在通龙馆以及玄冥教前面得到龙泉剑。此刻张子凡也带着大队人马暗中埋伏，他的目的是向玄冥教与幻音房先拼个你死我活，他好在后面渔翁得利。而李星云和陆林轩听闻玄冥教已经找到了杨叔子的消息后，很是担心杨叔子的安危，而上官羽一眼就看出之间的猫腻，这绝对是玄冥教设下的圈套。但李星云不管是真是假，还是执意要回剑炉一趟，说不定师父真的已经回到剑炉了，于是让上官云雀先回藏冰谷复命，自己这和陆林轩赶回剑炉。然而玄冥教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四大严军也暗中观察李星云他们的动向。就在李星云回到小树林时，一支箭飞射而来，上面还附带文字提醒他们小心身后有人。
而提醒之人正是姬如雪，他跟李星云也都彼此了解，明白李星云吃软不吃硬，便想先行示好。此时一路跟随的蒋仁杰等人开始觉得不对劲，发现李星云一直在带着他们绕圈子，却巧这时玄冥教的鬼面民兵突然来报，说不远处发现有一间茅草屋。这里的人烟稀少，前面那间竹屋应该就是杨叔子的藏身之处了啊。而此刻的剑炉内，杨叔子正在抚摸着龙泉剑，回忆起了不良帅教与他们的使命。这把剑原本叫做龙渊，传说此剑中藏有一个惊天的秘密，如果天下大乱，地势衰微，凭借此剑中的秘密就能够平定天下，匡扶地势。现在我要将无良人解散。什么？你二人带着龙泉火速出城，找个地方隐姓埋名，时机不到不要露面，时机一到我自然会去找你们。为了保护此剑，陆有杰已经丧命于玄冥教，而如今各大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寻找此剑，杨叔子知道不良帅已经重新现身于江湖，这把剑也即将面世。而等李星与陆林轩赶到时，剑炉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。正当二人见此情景痛不欲生，毕竟这里可是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是他们的家，更是心灵的港湾。这时玄冥教的人也刚好赶到。小朋友，看你们这回往哪儿逃？是你们干的，师父呢？你小子杀死了我五弟，想活命是不可能了。杀了我师妹，我宰了你！这怎么可能？四大阎君竟然从他的神形相貌中看到了一个令他们闻风丧胆的劲敌。之后李星云竟与敌四混战到了一起，然而他不但没有落入下风，反而越战越远，没几回合老二的胳膊就被李星云活活掰断。蒋大阎君见状便意识到，再这样硬刚下去，他们几兄弟迟早都会被李星云给打死，于是便开始想转变策略。可怒火中烧的李星云还以为对方想要逃跑，便靠着自己浑厚的内力一脚踏出，数块木板便凌空飞起，朝着四大阎君席卷而去。四大阎君立马见机行事，连忙将内力融合到一起与其对抗。李星云固然内力浑厚，然而以一敌四比拼，内力自然是不智之举，终究被四大阎君强大的内力给震退，最终气脉受损而昏了过去。而就在他们上前将李星云带走时，尚存一丝气息的陆林轩却引起了几位阎君的注意，看着如此娇美的女子躺在他们面前，瞬间激起了他们的皮囊之欲。然而就在老四准备下口之时，一枚暗器激射而来，瞬间击穿了他的木衣。兄弟，什么人？而出手之人正是一直在暗处伺机的张子凡。凭你们几个，同门我还想抢龙泉剑？你现在只强我之木，杀你简直易如反掌。没想张子凡的功力竟然与五大阎君之手不分上下，而此时姬如雪也带着幻音房从背后偷袭，一下就将玄冥教的人给全控制住，其目的是带走李星云。张子凡想要出手却被蒋仁杰阻拦，因为蒋仁杰知道一旦动手，自己的人就会被惨遭杀害。给我拖住通道，不然的话我就把蒋周玉的死因说出来，蒋仁杰不会放过你。之后黑白无常为了保命不得不出手阻拦张子凡，但显然二人并没有拼命的意思，还没两招便倒地打滚不起。而张子凡也没有过多的纠缠，而是怜香惜玉的抱起陆林轩一个飞身离开。而画面一转，姬如雪并没直接将李星云带回幻音房，而是找了一间破庙开始救治身负重伤的李星云。姬如雪虽然表面冰冷，可心底里已经喜欢上了李星云，就算违背了幻音房女帝的使命，也要先为李星云疗伤。然而屋外却突然出现了大批玄冥教的追兵，毫无察觉的幻音房弟子就被一一放倒。而为首之人虽然身披鬼灵玄甲，却依旧掩盖不住他妩媚弄姿的形态，并且此人功夫之高强，还没等姬如雪有所反应，一个移形幻影便将姬如雪击晕。而另一边的黑白无常，他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将玄冥教圣炎君的尸体挖回来练功。他们吸了圣炎君的精血后，
不仅伤势痊愈，功力还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而另一边的幻音坊中，女帝听闻李星云被神秘人抢走后，顿时勃然大怒，直接将众女仆给心飞倒地，之后开始显露出她心狠手辣的面容，下令将所有女仆打入火蚁房受罚。随后又命九天圣姬的范银天前去打探，一旦发现李星云与姬如雪的下落，务必第一时间将他们带回幻音房。镜头一转，来到了藏冰谷，原来抢走李星云的就是上官云雀，而此早说过，一天是不良人，一辈子都是不良人，想退出没那么容易。哟，没看出来啊，你这骚狐狸的身材还挺正，不过骚狐狸就是骚狐狸，休想打我们家星云的主意。你这皮肤一点弹性也没有，这肉也软飘飘的，也就这么回事吧。你呀、啊，就在这乖乖的等着大帅领个西武。原来上官云雀在抢夺李星云时也将姬如雪带回来，准备献给不良帅，至于不良帅将怎么临幸他，我们稍后再说。而李星云被带回藏冰谷时已经经脉错乱，奄奄一息，唯一救治的办法就是以命换命，而不良帅却将原因都怪罪到了杨叔子身上。堂堂李堂皇室后裔，既然为了你这个叛徒甘愿受此重伤，看来李星云很敬重你这个师父。若你心中还有一丝愧疚的话，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李星云，他的命现在可都捏在你的手里。之后杨叔子来到李星云的房间，看着重伤的李星云，他们幸福的时刻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中。杨叔子这么多年来费尽心思的不教李星云习武，为了就是让他免受江湖纷争的迫害，可到头来还是未能如他所愿，或许就是天命难违吧。之后杨叔子便以命换命开始救治李星云，并将毕生的功力转授于他。而等李星云苏醒后，杨叔子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。随后不良帅来到了李星云的房间，告知他杨叔子虽是为了救他而死，可这也是不良人的宿命，并告知了李星云的真实身世。原来天佑元年，梁王开始发起叛乱，李唐王室的数十位皇子接连被害，而李星云侥幸被内臣李欢调包逃了出来，也是李唐皇室唯一幸存的血脉。他身上的双鱼玉佩就可以证实他的身份，而李星云却一时无法接受，并开始质疑不良帅的身份。不良帅便将自己的身世也说了出来。原来在大唐的贞观元年，袁天罡受唐皇李世民的赏识，并册封为大唐国师，让他寻找炼制长生不老药。袁天罡最终将长生药炼制了出来，可却在试药时出了差错。虽然药效起到了长生的效果，可服用者将容貌尽毁，最终唐太宗至老死都没敢服下那长生药。当袁天罡把面罩摘下时，直接把李星云吓得瘫软在地。尽管唐太宗没敢服用袁天罡的长生药，却不想埋没袁天罡的一生本事，于是让他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神秘组织，就是现在的不良人。他们只对帝皇的宗室效力，所以只有历代的皇帝才知道不良帅的真实身份就是袁天罡。而这300年来，大唐皇朝逐渐衰弱，不良人也被分散到了全国各地，其中的成员更是死了一波又一波，只有袁天罡因服了长生药，才得以将不良人延续到了现在。但不良人组织的实力却已经渐渐没落，无法持续为皇室保驾护航时，袁天罡无奈只得偷偷将不良人解散。然而没多久，梁王朱温就开始叛变，让五大阎君冲进皇宫，杀死了李星云的父亲昭宗皇帝李业。之后袁天罡便在藏冰谷重组了不良人，就是为了寻求机会重新匡扶大唐，而李星云就是这个天选之人。接着不良帅直接单膝朝李星云跪下：“臣不良帅袁天罡参见殿下。”“你快起来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”“臣请殿下以天下苍生为念，起兵称帝，剿灭朱温，复兴大唐。”然而李星云并不想当什么皇帝，听闻师父杨叔子因自己而死后，他便只想完成师父的嘱托，保护师妹陆林轩远离这江湖的纷争。而不良帅也因此懊恼不已。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两人的争执也只能暂且停止。“大帅，幻音房那个小骚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。”“我这就去。”“哎。”
就在袁天刚临走时，还不忘了告诫李星云：“不能心怀天下苍生，不愿成就王土霸业，岂不枉称男子汉大丈夫？”哼！好美的身体呀、啊！即便隔着这块红布，本帅也能感受到你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。眼前这个头戴斗笠、身披鬼甲面具的男人，他正是已经活了300年的不良帅袁天罡。然而他虽拥有了一副长生不老的躯体，可卸下鬼甲面具后却是一副人不人妖不妖的模样。他常年都需要与年轻貌美的女子进行采阴补阳，来防止躯体的溃烂。正当他准备对姬无邪进行采阴补阳时，密室的石门突然被人推开，而来人正是李星云。李星云直接怒斥不良帅，就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简直不是人。不良帅却回应道：“姬无邪可并非什么弱女子，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算不算是人。”李星云开始命令不良帅放了姬无邪。凭什么命令我？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见不良帅不为所动，气急败坏的李星云便抡起拳头朝不良帅冲去。可他要对付的可是已经活300多年的终极高手，他这点三脚猫功夫在不良帅眼里根本不够看。拿本帅教你的武功来对付本帅，死不量力！放眼这藏兵谷，本帅就是天。这女人我要定，看，是我的女人。你的女人？你的女人我就得放弃吗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臣，而我是君。放了他！见到李星云已然承认自己的身份，不良帅顿时心中大喜，连忙单膝朝李星云下跪。而其实这一切都在不良帅的计划之中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正是为了逼迫李星云能担负起匡扶李唐皇朝的重任。之后不良帅便叫来了上官云雀，让他执行下一步计划。你立刻把李星云是李唐皇子的身份传出去。这去吧。上官云雀虽不明白其中的意义，但也不敢多问。次日不良帅便将龙泉剑传给了李星云，并告诉他此剑藏有关乎天下命脉的秘密，只有真正的李氏子孙才能解开，并引导他前往成都府找到神算子南烟客。据说此人无事不知无所不晓，不仅可以打探龙泉剑的秘密，还可以打听他师妹陆林轩的下落。然而就在李星云带着姬如雪来到南城时，没想到他的身份已经尽人皆知，而且到处都贴满了通缉他的判官令。原来是玄冥教的冥帝得知了李星云是李唐皇室的遗留血脉后，判官，属下在，立刻颁布判官令，昭告天下江湖人士，杀死李星云，赏金万两。而不良帅也命上官云去前往保护李星云。之后几人辗转来到了成都府求见南烟客，不料出门迎接他们的居然是个东瀛小矮人。小矮人表示如果想进去必须比试赢过他的这一关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二人决定比跳高抢夺同比分输赢。然而就在小矮人高高跃起时，几人连忙冲进屋内，然而屋内早有陷阱等候他们。只见一口大钟突然从天而降，上官云却连忙将二人推开。之后还不等两人反应，数把大刀又从四面击射而来，两人见状连忙翻身躲，随后一把将小矮人举起挡在了身前，而大刀也顿时悬停在半空之中。这时一手持烟杆的年轻男子终于现身，来者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神算子南英客，因为他都是以不同的形象外貌示人。还未等李星云出口询问，南英客便直接告诉他想要得知龙泉剑的秘密，必须要李星云以李唐皇室的身份承诺日后必须帮他做一件事。李星云表示只要不是背信弃义做伤天害理之事，自己便可以答应。龙泉剑乃后爷子珠，要想知道龙泉剑的秘密，那只有找到欧爷子的后人。所以你想打开这把剑就得找找欧爷子的后。注意看，此人就是有史以来最荒唐的皇帝之一，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。他不仅长相丑陋无比，还生性贪淫残暴。正当他与自己儿媳在宫中寻欢作乐时，属下突然来报：启禀陛下，大皇子觐见。此时朱温却是一脸的不情愿，但还是将无忌们撤下去。自从当上皇帝之后，朱温每日都在寻欢作乐，而外面的一切事物都是明帝替他打理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皇儿一个好儿媳，甚得朕的欢心呐！面对朱温对自己媳妇的肯定与赞扬，明帝却是无比的自豪。可之后，朱温又提起了李星云。近日民间疯传李唐皇室遗孤一事，可否？
否属实？是否抓住他们？儿臣已在办此事。前朝余孽理应和李唐一并消失，如今成了漏网之鱼，一定要把他们处理干净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就叫你二弟有门出面。面对朱温的指责和质疑，他的能力时，明帝表面上虽表示会将此事处理好，可他的眼神里已经暗露杀机。回到玄冥教，立即大发雷霆。朱温这个狼东西真是老眼昏花，我辛辛苦苦为他打下江山，不惜变此邪故，甚至连我妻子我都送去了，没想到他心心念念的还是二弟，看来他多半是想将这大梁江山交到朱有为手里了。而一旁的孟婆看出了明帝的反叛之心后，立即出言相劝，此刻还不是与朱温翻脸的时候，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先除掉李星云，不然通龙馆或幻音房他们率先找到李星云，就会以前朝皇子匡扶正统的名义起兵造反。水火判官，属下在，立刻颁布判官令，昭告天下江湖人士，杀死李星云赏金万两，活捉李星云可获封地。而此时通文馆馆主李思源同样收到了消息，九弟李存忠提议现在就去将李星云抓回，而李思源却表示此事时期未到，如今李星云的身份特殊，天下任何势力抓到他都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从而引火上身，为今之计是联合各方势力一起合作。可话音刚落，一道鬼魅的身影便从远处飞身而来，看清来人后，李思源激动不已，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，实地护驾。不料此人身法诡异，身轻如燕，稍作避让便轻松躲过了十三太保的攻击，而后单掌迎上，便轻松抵住了巨人的重击。而兰正是幻音房的女帝，她外表非常的美艳动人，而手段却是异常的阴狠毒辣，麾下的弟子也是个个妖艳无比，而女帝却一改往日的妖艳之风，一人只身正装来到通文馆，想必是有要事与通文馆商谈。往日里幻音房与通文馆虽是明争暗斗，可如今李星云身份已然暴露，如要想以玄冥教对抗辅佐李星云讨伐称帝，只有两家联手方可安稳执行。而玄冥教的三大阎君又开始欺负黑白无常这对兄妹，他们为了能让黑白无常唯命是从，开始威逼利诱兄妹两服下毒药。兄妹二人从此以后一定誓死效忠阎君，誓死效忠，让你喝个药都这么费劲，何为誓死效忠？见兄妹俩磨磨唧唧不肯服下毒药，蒋仁杰当即运起内力，就要将二人就地伏法，被逼无奈之下，黑白无常只好乖乖地服下毒药，之后兄妹俩这才逃过一劫。只是蒋仁杰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今日的所作所为将令他们三兄弟日后死无葬身之地，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漫改剧，他几乎做到了一比一的动漫还原，尤其是剧中的一些人物，如张静初饰演的女帝，大胆暴露的衣服穿在她身上，既能衬托出女帝角色的妖媚动人，而且还不失她那高贵华丽的气息。而黑白无常这对小鬼，他们的人气甚至一度盖过了主角，身份地位卑微的他们总是不断遭到几大阎君的欺压，他们为了能让黑白无常唯命是从，开始威逼利诱兄妹俩服下毒药，被逼无奈之下，黑白无常只好乖乖将毒药服下。但蒋仁杰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今日的所作所为将令他们三兄弟日后死无葬身之地。逃过了一劫的黑白无常来到一处破庙，当他们准备互相疗伤之时，一道黑影从两人身后闪过，两人抬头一看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竟是被他们杀害的昭圣阎君。接着一个戴着夜罗纱面具的神秘人突然现身，直接道出了两人残害昭圣阎君的过程。黑白无常见事情败露，便朝着神秘人冲杀而去，不料即便兄妹两人联手，但与神秘人实力相差甚远，交手不到几招就被击飞回去。之后神秘人也道出了他的来意，只要黑白无常听从于他，他可以帮助两人继续吸干三大阎君的功力，要不然就将他们残害其他两位阎君的事实通报给玄冥教。黑无常自然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然他们兄妹也活不到现在。我们兄妹二人早已对蒋氏兄弟恨之入骨，若能将其除掉的话，那定是件快事，不知大侠有何妙计？此刻黑白无常也算落入了神秘人的圈套，神秘人开始命他们立刻回到玄冥教通报，
告知他们招圣阎君尸首和李兴宇已经找到，就在通玩馆李存忠的手里。老大蒋仁杰虽心生疑惑，但想到黑白无常已经服用了他们毒药，想必也不敢欺诈他们，于是派遣两位弟弟前去抢回尸首。之后黑白无常便带着两人出发，前往通玩馆的必经之路拦截李存忠。双方一碰面，二弟重圣阎君便直接开口要回五弟的尸首。听闻此话，李存忠一脸的懵逼，而一旁的黑白无常立即添油加醋，今日不交出人来休想活着离开，找死。随即双方就开始缠斗到了一起，可两位阎君还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即便两人联手也不是李存忠对手。交手没几招，过两人便逐渐落入下风，之后被李存忠一掌击致了重伤。两人见大势已去，连忙飞身逃离。之后身受重伤的两人躲进了一处破庙，越想越不对劲的他们才意识到，一定是黑白无常这两只小鬼算计了他们。我们定是中了黑白无常的奸计。聪明，真是太聪明了。黑白无常，大哥少跟他们废话。哎呀，你别干什么，这一切都是你们蒋氏兄弟给逼的，若不是你们平日里仗势欺人，丝毫不把我们兄妹放在眼里，我们又怎么会以下犯上。四弟，这样的结果都是你们咎由自取，一鬼勾魂。无常索命。黑白无常出手便是厉鬼勾魂无常索命，随后两大阎君开始面露狰狞之色，身体也随着内力的消失而逐渐干枯。如今黑白无常已经吸收了四位阎君的精血与功力，实力也提升到了小天了，接下来就是除掉五大阎君之首蒋仁杰了。黑白无常顾及重施，将两阎君惨死的消息告知了蒋仁杰后，他瞬间暴怒，如今五大阎君已死了四位，就连尸首都不见踪影。蒋仁杰也开始察觉到了猫腻，为了查明真相，蒋仁杰秘密召来玄冥教的文涛，传闻此人武功虽不高，但精通风水，擅长遁地之术。不料这一幕刚好被藏在远处的黑白无常发现，两人顿感大事不妙。黑白无常是不是连我这个冥帝也不放在眼里了？五大阎君南征北战多年，屡屡为我玄冥教立下大功，没想到最后竟死在自己人手里。原来黑白无常为了报复蒋氏兄弟，开始算计反杀玄冥教的几位阎君，如今玄冥教的五大阎君就只剩蒋仁杰一人，而蒋仁杰也察觉到了猫腻，开始秘密召来玄冥教的文涛。此人武功虽然不高，但精通风水，擅长遁地道师之术，蒋仁杰命他寻回几位弟弟的尸首。而黑白无常发现文涛出手后，两人立感大事不妙，如果几位阎君的尸身提前被文涛找到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会被发现，无计可施的兄妹二人便向神秘人求助。蒋仁杰乃是五大阎君之首，其独门绝技金风掌如今已然大成，他们兄妹二人根本不是其对手。神秘人便提示他们，天台山附近有一个地火洞，此洞与篝火山相连，炎热无比，根据五行相克，一旦金属性的内力靠近那里，必将被压制，届时蒋仁杰的金风掌将会大幅减弱，届时蒋仁杰断然不是他们兄妹二人的对手。听闻此话的两人瞬间大喜，之后两人再次返回分舵之中，以查到三大阎君尸首为诱饵，将蒋仁杰诱骗至地洞之中。而当三具尸体映入蒋仁杰的眼帘时，瞬间令他震惊不已，尸身上的精血也早已被吸干，而尸骨浑然焦黑，成了干尸的模样。而会施展此功法的唯有玄冥教的黑白无常，待蒋仁杰幡然醒悟时已为时已晚，黑白无常已经从背后偷袭而来。你们阎君莫怕，我们这就送你和四位弟弟团聚。已经占据天时地利的二人自然不能错过如此机会，使出的都是夺命招式，而且吸收了四大阎君的功力后，他们的实力早已达到小天了。之后两人开始运起内力，以鬼魅的身法攻向蒋仁杰。就在三人对击一掌时，虽然蒋仁杰猛然发力将二人震动，却不料其掌心已然发黑，显然已经中了千尸万毒掌。蒋仁杰见状愈发力凝聚金风掌，不料浑身的真气再也无法凝聚，没有其独门绝技金风掌的加持，蒋仁杰便犹如被拔了牙的老虎，毫无招架之力，很快就被黑白无常制服。兄妹二人也如愿以偿地吸干了他的全部内力。至此五大阎君已经全军覆没，黑白无常本以为他们已经做得天衣无缝，却没想到这一切已经全被人告密到了冥帝这里。得知五大阎君全都栽在自己人的手中，这是冥帝愤怒至极。孟婆，你是自己清理门户，还是我亲自出手？还请冥帝息怒。而事已至此，孟婆认为五大阎君已是大行为的功力，黑白无常技能全部吸取了五人的功力，此时功力必然已达中天位的高手，如要他们二人能戴罪立功拿回龙泉剑，这未尝不可将功赎罪。明帝听闻觉得孟婆说的也有道理，便暂且放他们兄妹二人一马。而另一边黑白无常二人
正在开心的电话吸收回来的内力时，神秘人却突然到访。谁？怎么会是你？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明日某时，李星云会出现在渔州城外湖里。此刻黑白无常才感到有些不妙，还未能断定此人是敌是友，而此人却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，还能神出鬼没悄无声息地找到他们。次日黑白无常二人来到五里厅，果然碰见李星云一行人，然而见到对方人数众多，便感失态不妙，想要趁机离去。星云啊，我们以二对二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死人妖，你给我闭嘴啊，我的满腔热血都被你打乱了。原来李星云将黑白无常约到了武礼厅，这既是李星云和陆林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也是李焕爷与陆佑杰被害的地方，而这一切悲剧的根源都是黑白无常所致。李星云今天就要将所有的仇恨终结于此，关乎生死存亡的大战即将拉开序幕。黑白无常两人吸收了五大严峻的功力后，实力已经达到了中天位的水准。我倒要看看你李星云到底有什么本事。二人联手对付李星云绰绰有余，而李星云却且战且退，并未反击，而是轻点对方的穴道，这样也让观战的众人一头雾水，就连黑白无常都感到莫名其妙。李星云的招式虽然伤不了他们，但也不至于这么绵软无力。三人交手了几回合后，李星云就将手中之剑丢给了陆林轩，之后随手拿出四根银针，而上官云却看清银针后震惊不已。什么？这是大帅的化阳针法？原来李星云手里拿的正是江湖传闻的华阳针，据说此针为扁鹊亲手所造，专克制一切尸寒的毒气，而不良帅将此针法赐李星云，就是为了克制黑白无常。黑白无常虽然吸纳了五大严峻的内力，但无论他们怎样融会贯通，别人的始终是别人的，他们想一口吃个胖子，最终只会自食恶果。这种程度的暗器，你是在给我们兄妹二人挠痒痒吗？就在白无常嘲笑李星云打得不痛不痒时，却见黑无常突然倒地不起，身体的内力也在不断流失。原来李星云刚才的只手不攻，就是用点穴逼出五大严峻的内力，再用化阳针法打入黑白无常的丹田，看似不痛不痒，实则将会令他们经脉尽断而亡。此刻的黑白无常不仅浑身瘫痪，甚至遭到了自身尸毒的反噬，不出半个时辰必会经脉尽断而亡。黑无常眼看自己气数已尽，赶紧让白无常逃命。眼看白无常就要逃离，陆林轩也不肯这样放任他离开，追击到半路时，一口硕大个黑棺却拦住了白无常的去路。这东西怎么在这儿？看来你已经给自己找好归宿了，这口棺材挺适合你的。小贱人，就凭你个三脚猫功夫，老娘我活剐了你！这是体力换爷爷还你的。替陆吉叔叔还你的。要杀就杀，老娘才不怕你呢。见白无常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愤怒的陆林轩直接用手中的断剑洞穿了他的腹部。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时，一道刺耳的声音从空中传来，众人转头一看，树梢上竟然站着一个长相奇特的人，此人正是玄冥教教主冥帝。小子，你本不该活在这个世上。没等李星云反应，冥帝瞬间来到他的跟前，一掌将其击倒，接着两招就将李星云打翻在地。就在这危机时刻，只见两道身影飞身而来。竟然是你们！没想到冥帝竟会亲自前来。听说冥帝神功大成，今日倒想领教一下。没想到你们二人竟会苟合在一起，既然如此，就给你们的面子。李星云，今日你必须死。就在冥帝准备一掌将李星云打死时，两个身影突然飞身而来，双方对击一掌后功力竟不相上下，而来人正是幻音坊女帝与通管李四云。为了辅助李星云起兵称帝，两人不惜当面抗衡冥帝，与整个玄冥教为敌。听说冥帝神功大成，今日倒想领教一下。没想到你们二人竟会苟合在一起，既然如此，
就给你们个面。明帝眼看他们是有备而来，自知今日是难以击杀李星云，于是他突然出手将姬无雪带走，并留下话让李星云独自一人带着龙泉剑前去交换。之后明帝来到悬崖边上，用真气将姬无雪禁锢在悬崖之上。快把他给我放了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跟我谈条件？把龙泉剑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！李星云看见姬无雪危在旦夕后，便答应将龙泉剑作为交换。就在李星云将龙泉剑丢出去时，明帝也信守承诺，将姬无雪抛向了李星云。可就在李星云接住姬无雪时，明帝却开始出手从背后偷袭。姬无雪见状，连忙将李星云推开，用自己后背接下了这致命一击，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他击飞坠万丈深渊。见到这一幕的李星云瞬间万念俱灰，准备与其同归于尽时，上官云却直接上前将他打晕。而明帝将龙泉剑带回玄冥教后，开始高兴地开怀大笑起来，仿佛大梁的江山他已经唾手可得，随即立刻叫来道士温涛。属下温涛拜见明帝。我要你立刻查出这龙泉剑中的秘密。属下遵命。然而明帝得到龙泉剑这一消息也传到了大梁皇帝朱温的耳朵里。虽然明帝是朱温的长子，可朱温生性多疑，担心其势力超越自己无法控制。朕听闻皇儿已将龙泉宝剑收入囊中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儿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突破通文馆和幻音房的围攻，从李星云那里夺得龙泉剑，现已差人去解开龙泉剑的秘密。朕听闻此次玄冥教也是损兵折将，连失五大阎君和黑白无常，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朕担心你分身乏术，不如就将龙泉宝藏一事交由你二弟去处理。此话一出，明帝瞬间脸色大变，弑父之心瞬间涌上心头。就在父子俩开始狰狞的对视时，明帝忽然想起了孟婆的告示，最终还是决定让这个猪头再多活两天。这个老不死的，我辛辛苦苦掌管玄冥教，不惜一切代价抢夺龙泉剑，还不是为了巩固他的江山？他呢，非但不念我的功劳，还一心想着朱永文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让我把龙泉剑交给朱永文是有何用意？到手的宝藏，我岂会拱手送人？随后明帝将自己的二弟朱有文招来。不知明帝叫我来有何要事？借了本王为何不跪？小的不敢，求殿下息怒。别忘了，你只是一个不成器的山野莽夫。此村庄近来传出有厉鬼索命的消息，每到半夜村里就会有村民离奇死亡，而索命的到底是人是鬼呢？这天老铁匠告诉李星云，想要破解龙泉剑之谜，就必须到忘忧庄寻找欧爷子的后人。随后李星云便与众人一同来到了此村庄，可一路上却发现村民表现得异常的奇怪。我们赶紧走吧。看来这个村子一定死了不少人。我说怎么这么瘆得慌呢？江宁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了？怎么会死了这么多人？我们村子一向和平无事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一到晚上就听见厉鬼索命的声音，第二天就有人会离奇的死亡，而且都是村子里的青壮男子。是啊，昨天晚上我就听到厉鬼的声音，没法入睡，谁知道在窗户上看见厉鬼的黑影，今天早上我儿子的尸体就出现了。那忘忧庄会不会呀？不知你们可知道忘忧庄怎么走？出了村子左拐上山，忘忧庄就在半山腰上。随后李星云他们赶忙前往忘忧庄，可就当几人推开庄门之时，院中映入眼帘的尽是满地的红尸。当他们走进屋内，竟发现一蒙面人正鬼鬼祟祟地寻找什么。李星云以为是此人屠戮了那些无辜百姓，正欲出手时却被上官云爵拦住。原来温涛的真实身份乃是不良人三十六天罡的天劫星，正受不良帅袁天罡的使命，潜入玄冥教夺回龙泉剑。不良人温涛参见殿下，我已在此等候多时，特此将龙泉剑
呈给殿下。就在此时，院外突然传来了哭泣声，暗中观察的姬如雪就闻声而去，竟然发现哭泣女子竟然是他们要找的墨泉。可就在这时，李星云也跟了过来，姬如雪还想飞身逃离，却被李星云施展轻功将其拦截。当揭开面纱之时，李星云瞬间震惊不已，原来此人正是跌落山崖的姬如雪，而他坠入山崖后遭到了一头黑熊的袭击，最后索性被一老道救了下。而前日硬闯玄冥教的便是那位老道，姬如雪因脸上留下了疤痕，所以才刻意回避李星云。而经过生离死别后的李星云更懂得了珍惜，死死地将姬如雪抱入了怀里。而当晚忘忧庄的村口，一村民又要出来关门时，身后却突然多了一道身影，正是黑无常。他将村民制服后便吸走了他浑身的精气，随后回到山洞又将刚吸来的精气注入了白无常的体内。原来两人之前吸纳了五大炎君的内力后，却被李星云搅乱体内真气，以致无法融合，最终遭到了反噬。就在他们准备毙命时，又遭到了毒虫的咬食，结果机缘巧合以毒攻毒而活了下来。而功力较浅的白无常却依旧昏迷不醒。就在黑无常束手无策时，玄冥教的鬼面民兵突然找到了这里，而且他们以前还是五大炎君的部下，这次自然不会放过这两兄妹。然而几人制服黑无常后，却被白无常娇美的容颜所吸引。不许你碰他！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得手时，白无常却突然睁开双眼，将鬼面民兵死死地吸住，随后浑身的真气开始涌动，疯狂吸取精气，几人瞬间被牢牢吸住，不到片刻便纷纷倒地，浑身的精气显然已被全部吸干。大哥，快起来，就凭你们也敢占老娘的便宜？玄冥。随后两人感知此地已然暴露，于是只能拖着重伤之躯逃离村庄。而李星云几人也发现路上不断有村民惨死，便推测凶手并未走远，于是朝着前方急忙追去。果不其然，在密林之中截住了黑白无常。就凭你们也敢占老娘的便宜？原来这几个鬼面民兵正想抓住受伤的黑白无常回去领赏时，却被白无常娇美的躯体所吸引。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得手时，白无常却突然睁开双眼，将鬼面民兵死死地吸住，随后浑身的真气开始涌动，疯狂吸取精气，几人瞬间被牢牢吸住，不到片刻便纷纷倒地，浑身的精气显然已被全部吸干。随后两人拖着重伤之躯准备逃离村庄，却在密林被李行云他们截住。往哪儿跑？你杀害了云岭村那么多无辜百姓，将忘忧庄内上下几十口人杀害，今天我就要为那些百姓和墨泉家的人报仇。大哥，村里的人都是我一人所杀，跟他无关，如果你们想报仇的话，冲我一个人来，希望你们饶他，救他一命行吗？大哥你别跟他们废话，要死我们一起死，冲我一个人来就好了。李星云想不到一向穷凶极恶的黑无常竟然还能如此有情有义。黑无常见李星云不为所动，便说出忘忧庄的人并非他们所伤，而是幻音房的人所为。此话一出，姬无雪瞬间激动不已。原来那天晚上，黑无常路过忘忧庄时，就闻到了里面一股浓浓的血腥味，之后便上前一看，发现幻音房的玄境天在逼迫他们说出龙泉剑的秘密，最终庄主不愿透露，而死在了玄境天的手里。而欧冶子真正的后人也早已被幻音房的人带走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两把死亡之镰突然向他们袭来，李星云见状连忙带着姬无雪躲开，而来者正是玄冥教的左右火法水火判官。水火判官，玄灵，我们走。要不交出龙泉剑，要么把命留下。说完，水火判官又将死亡之镰击向李星云。据说他们的功力已达到中天位的水准，在玄冥教实力仅次于冥帝与孟婆。而李星云与上官云却急忙应战，上官云绝乃是不良人36天罡的天巧星，实力显然不在水火判官之下。就在他们打得难解难分时，身后的陆林轩突然口吐鲜血，姬如雪见状瞬间意识墨泉是幻音房的侍女，是他偷偷在茶里下毒的。随后姬如雪连忙去追击贾墨泉，而李星云则立刻吩咐几人让他们先行带着陆林轩离开，自己则留下拖住水火判官。就在姬如雪拦下贾墨泉让其交出解药时，却不料被幻音房的玄境天制止。玄境天警告姬如雪想要拿到解药就带着李星云回幻音房。而李星云摆脱了水火判官后，来到了丛林，却只发现姬如雪一人。原来张子凡担心陆林轩的安危，便将他带回通文馆请求义父李嗣源为其解毒，却不料李嗣源想都没想便答应下来。可在张子凡经过药房时，却在门外听见了九叔石叔的谈话。陆林轩的丫头中的可是忘忧散之毒，这个毒只有忘忧庄跟迷阴谷的人可解。迷阴谷，要我们再
别加几味药，我们就能牢牢地控制他了。到时候不但能得到龙泉剑，就连李星云也不得不和通文馆合作。此刻张子凡才意识自己中了义父的圈套，之后他急忙带着陆林轩前往迷因谷，没想到路过悬崖时马车突然翻落悬崖。等李星云赶到通文馆时，李思源却表示没有见张子凡回来过。而就在李星云准备离开时，一个小兵紧急跑来禀告，发现张子凡的马车坠入了悬崖，两人生死未卜。要说漫改剧中还原度最逼真的，那还得看坏江湖之不良，他几乎做到了一比一的动漫还原，不管是人物的塑形还是长相，他都能完美的复刻出来。尤其是张静初饰演的女帝，虽然衣着暴露但却不显庸俗，而且他还能择一出动漫里的狠辣气质。还敢威胁我，不吃食物的东西，别以为我不敢杀了你。杀了我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龙泉剑的秘密。原来此女子正是欧爷子的后人墨泉，没有她才能解开龙泉剑的秘密。而女帝为了得到龙泉剑的秘密，不得不让她再多活两天。而此时身后的侍女突然通报，他们打探到了姬如雪并没有死，而且正与李星云在迷因谷为张子凡与陆林轩筹备婚礼。女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开始仰天大笑，这种好事怎么能缺少幻音房的参与。原来陆林轩与张子凡跌落悬崖后便失去了记忆，而张子凡则无微不至地照顾陆林轩。李星云发现后便决定将师妹许配给他。就在众人为他们准备婚礼时，通文馆的李思源则带着众弟子突然到访。李思源主张为二人主持婚礼，而李星云自然知道他这葫芦卖的是什么药。李星云不想让陆林轩与通文馆有任何关联，便一口回绝了李思源的邀请。但李思源认为张子凡与陆林轩喜结连理，还是对通文馆百利而无一害，随后还是吩咐十三太保定要维持他们婚礼的正常举行。然而李存忠却心生醋意，见李思源如此偏袒张子凡，日后恐怕连圣主位置都会传给张子凡，而自己为通文馆奔波了这么多年，岂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。于是便起了背叛之心，赶忙派人将此事告知了玄冥教。张子凡，我玩死你。与此同时，女帝也找到了姬如雪，她非常不乐意看到张子凡与陆林轩联姻，这样只会让李星云偏向通文馆。因此女帝便威胁姬如雪让其将迷药掺入喜酒之中，又谎称绝不会伤人性命。姬如雪只好无奈地顺从。然而就在这对新人喝完交杯酒时，突然一只暗器激射而来，直逼陆林轩要害。星云，赶紧把龙泉剑交出来，免得你喜事变成丧事。原来正是李存忠暗中通知的玄冥教的水火判官，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让李思源摸不着头脑。而李星云见有人搅乱了师妹的婚礼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大战也一触即发，原本热闹的婚礼瞬间变成了修罗战场。而此时的张子凡却神志恍惚，显然是中了幻音房的迷药，慌乱中误将眼前的陆林轩错认成玄冥教的人，射出暗器击中了陆林轩。而这一幕正巧让李星云看见，等张子凡看清眼前情形时后悔莫及。可李星云见张子凡还敢去维护陆林轩，便一脚就将其踹飞。而迷惑的张子凡只想把暗器之毒药交给李星云，让其尽快救治陆林轩。但此刻的李星云哪会相信张子凡，甚至连李思源的相助都认为是阴谋。就在这此时，幻音房的玄景天恰好赶到，李星云只好将陆林轩带回了幻音房。启禀大帅，上官云雀来信。你龙泉剑惊现藏宝图，李星云与温涛现已赶赴龙虎山寻找龙泉宝藏，其他势力皆倾巢而出。好戏终于要上演了。随着龙泉宝藏现世的消息一出，江湖各个势力开始暗流涌动，准备抢夺龙泉宝藏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其实是袁天罡策划的一场惊天大阴谋。而三大势力更是为了龙泉宝藏不惜大打出手，还未抵达宝藏的地宫入口，由明帝亲自率领的玄冥教就开始与通文馆的先遣队厮杀了起来。最终明帝使出他的九幽神功，仅一招便击溃了通文馆所有的小卡拉姆，而且自己的二弟朱有文也被一同击杀。而李星云与姬无雪则先进到了地宫，可还没走几步便被一只通体发光的蟾蜍挡住了去路。而随即姬如雪则认出这便是幻音房的领路蛤蟆，随后女帝便带着众多手下跟了上来。她禀告李星云，如今龙泉宝藏即将现世，天下各方势力都已经赶往龙虎山，其自然是担心他们的安危，所以赶来护驾。李星云自然能明白女帝的心思，但为了尽快找到龙巡夜便没有点破，随后便与女帝众人同行寻找宝藏。之后在道上温涛的帮助下，很快便来到了龙泉宝藏的石门入口。温涛告诉李星云，龙泉剑就是开启大门的钥匙。随即李星云便拔出龙泉剑插入了孔中，之后石门开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众人纷纷后退。
随即整个龙虎山开始地动山摇，而明帝也察觉到了龙泉宝藏已经开启，随即石门便缓缓地开启，女帝就要迫不及待地上前时，却被温涛拦住。此乃藏宝重地，免不了有大量机关陷阱。直言此地乃大唐王室的藏宝重地，里面定有大量的机关埋伏。妙成天，你们几个进去打探一下。不料此刻幻音房的众弟子都开始胆怯，无一人敢上前探路，而李星云见他们都畏手畏脚，随即便拉着姬如雪率先进了地宫，而幻音房的人才开始慢慢紧随其后，却不知此刻玄冥教已经尾随而来，而通文馆的李四人却是不紧不慢，此刻才向地宫门口赶去，他就是要等玄冥教与幻音房拼得两败俱伤后，他们在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而另一边的李星云发现，越进到地宫深处，里边的尸骨就越堆越多，原本就是封闭的地宫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尸骨呢？想必是这里建成之后便无人可以从此逃出。而道士温涛也察觉到了，这地宫内果然暗藏玄机，所有的出口几乎一模一样，让人无法分辨。更奇怪的是，地宫外围暗气重重，而地宫内却反而毫无危机，难道这就是专为活人而准备的墓葬？但此时女帝早已被龙泉宝藏迷了心智，执意要众人继续前进，而明帝也是带着大队人马赶来断后，显然龙泉宝藏对他是势在必得。而此时的李星云已来到地宫的最后一处关卡，竟发现自己的玉佩和这机关有着某种联系，原来这玉佩也是宝藏的一道钥匙。随着最后一道石门开启，龙泉宝藏终于现世，两人进入密室后又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金银财宝，而这时袁天罡也突然现身来到他们身后。谁？恭喜殿下获得龙泉宝藏，李家江山终于重回李氏子孙手中，我做到了。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李星云感到兴奋，他来此的目的只想找到龙贤爷回去救治陆林轩。而另一边的幻音房与玄冥角，他们也分别来到了不同的密室，而且密室中都有着他们想要得到的宝藏。就在此时，文涛已经察觉到地宫的阵法正在不断变化，所有的石门正在缓缓关闭，龙泉宝藏终于现实，映入他们眼帘的尽是琳琅满目的金银财宝，但李星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。而这时袁天罡突然出现。谁？恭喜殿下获得龙泉宝藏，李家江山终于重回李氏子孙手中。龙贤爷现在何处？龙贤爷早已不在人世，他怎会在这宝藏中出现呢？你说什么？殿下不知，这龙泉宝藏是天底下最大的谎言。原来龙泉宝藏不仅是匡扶李唐皇室的金银财宝，还是不良帅除掉各方叛乱势力的重要杀手锏。听完此话的李星云瞬间震惊不已。这龙泉地宫乃是按照伏羲八卦阵建造而成。原来龙泉地宫是按照上古伏羲的八卦阵所建立，地宫内的八间密室会随着阵法的运转而不断流动，一旦误入便无法再寻找到出口出去，而真实的密室也只有手持双鱼玉佩的李星云才能到达，而那些想要侵占龙泉宝藏的，只要进入地宫之中都会被伏羲八卦阵法所击伤。这龙泉宝藏其实就是袁天罡所设下的圈套，以此诱骗各方势力进入其中。随后不良帅随手一挥，一个赤红色的龙珠便出现在三人身前，片刻间龙珠由红色变成蓝色，而龙珠内却映射出其他密室的情景。女帝所在的密室中央赫然摆放着李唐王朝消失已久的传国玉玺，女帝见状瞬间大喜，得到玉玺便能名正言顺地称霸天下。然而正当她要拿走玉玺时，只见玉玺居然呈现出冰封之气，寒气瞬间从他手臂开始蔓延至全身，随后化成冰雕后竟直接炸裂，而寒冰碎片则化作水晶飘荡在整个密室里头。幻音房的侍女见状瞬间乱作一团，只要被水晶所触碰到便会瞬间化成冰雕。与此同时，玄冥教的明帝的密室之中赫然摆放着一把至高无上的龙椅，明帝开心地上前准备独享，却不料此时心魔突然显现，竟是被他杀死的二弟朱有文，即开始辱骂明帝根本没有资格继承王位。明帝瞬间大怒，直接将他击灭并甩飞出去，之后开始贪婪地抚摸着龙椅，不料龙椅瞬间崩裂，化作岩浆火焰开始蔓延至整个密室，玄冥教所有的弟子也被焚烧殆尽。明帝则连忙运转九幽神功想要冲开石门，却不料石门依然毫发无损。而这边通文馆的密室中央赫然出现了五雷天心诀，显然这便是李思源所向往已久的绝世功法，如果得到此功法，他的实力将会更上一层楼。就在他正欲触碰秘籍时，密室中央突然狂风大作，李思源见状连忙运转真气稳住身形，而李星云却看见师妹陆林炫也深陷其中，瞬间顿感不妙，连忙让不良帅将阵法停下，不料不良帅却表示除非密室中人全部身亡，
否则阵法一旦开启，便根本无法停止。李星云直接拔出龙泉剑，朝龙珠直劈而下，龙珠碎裂时阵法也瞬间骤停。原来龙珠正是维持伏羲八卦阵的关键。与此同时，玄门的姬婆婆为了毁掉伏羲八卦阵，不惜耗尽全身修为逆转乾坤，将移动的迷宫恢复至原位。随后石门也逐渐打开，通文馆的众人与玄冥角这才得以逃脱出来。而后姬婆婆便被黑白无常抓住，带到不良帅的面前。不良帅见计划被破坏，瞬间大怒，直接将姬婆婆击成重伤。临死之前，姬婆婆却告诫姬无雪：雪儿，你知道这迷宫的暗道里死着的白骨都是谁吗？这些可都是我玄门之人的遗骨啊。原来龙泉地宫便是玄门一族所建造，但是李唐皇室却因为玄门知道的秘密歹毒，于是便命令不良帅对玄门一族赶尽杀绝。而姬如雪则是玄门的圣女，当年受到幻音房的玄敬天所救，才得以存活了下来。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袁天罡和大唐姓李之人。鬼受死吧。有着300年功力的不良帅遇上明帝的九幽神功，到底谁能更胜一筹？随着地宫的坍塌，姬如雪与李湘云相继逃出了地宫，而后姬如雪却被一只黑心掌堵住了去路，随即一击便将姬如雪击至晕倒昏迷。接着李湘云也随即赶到。正好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你爹娘。正当李星云欲拔剑与明帝对抗时，明帝祭出九幽神功，一掌便将他击飞倒地。就在明帝准备再补击时，却被强大的能量给弹了回来。袁天罡，来者正是不良帅袁天罡。然而面对不良帅攻击，明帝并没有直接硬刚，而是抓起李星云挡在了自己身前。随即李星云便被两股巨大的能量夹击在中间，而不良帅的功力显然更胜一筹。明帝自知如此对峙下去，形势只会对自己越来越不利，于是便告诫不良帅，如果两人再不收手，李星也难逃一死。无奈之下，不良帅只好暂且作罢，而明帝则趁机抓起姬如雪逃离。不良帅则连忙飞身追击明帝而去。眼看地宫就要坍塌，上官云却连忙现身将李星云带走。见到李星云的经脉已然全部尽断后，他只能将其送至张天府门口。目前除了不良帅，能救李星云的只有张天府了。随后张天师以及倾国倾城姐妹俩一同拼尽全力，才护住了李星云的性命。但由于遭到明帝与不良帅两股能量的冲撞，已经让他的武功尽毁，而且生命损耗也将比常人要更加的快。听到此消息的陆林轩内疚不已，他知道李星云是为了救他才前往龙泉地宫的，看着武功尽废的李星云，让他自责不已。次日一早，张子凡便询问张天师还有没有救治李星云的办法。张天师则表示天师道有一禁术，只要找到与他功法相符之人，将他们的经脉互换后，李星云的功力便能恢复如初。但此功法非常之凶险，稍有不慎，两人都会经脉寸断，丢了性命。而李星云的同出师门便是陆林轩，张天师自然不想陆林轩以身犯险。然而二人的对话全被陆林轩听见，张子凡前脚刚离去，陆林轩连忙上前恳求张天师，让他帮助李星云恢复功力。他不能看着师兄为了自己变成了废物，自己则无动于衷。面对陆林轩的苦苦哀求，张天师无奈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之后功力恢复的李星云便苏醒了过来，他发现自身功力全然恢复后，毫不知情的他连连谢过张天师，而张天师却说是受人所托，并没有将陆林轩的实情告知给李星云。次日恢复实力的李星云便打算前往玄冥教解救姬如雪，而刚到半路却被温涛拦住了去路。李星云非常疑惑，他一个小小的摸金校尉，为何能随意在几大势力中随意游走？不仅能左右策略他们的计划，而且每次都能全身而退，又不显露其的真实面貌。就在李星云疑惑他真实身份和来此的目的时，温涛却直接说出了他的来意：你此番去玄冥教救姬如雪，朱有圭定会布下天罗地网，若是由我帮你，你还有一线可能的机会，但是事成之后，我要你登上皇位，成为这天下之主。我凭什么答应你？因为你欠我一个承诺。承诺？原来温涛便是那个江湖传闻从不与真实面目示人的神算子南阴客。我要你以李唐皇子的身份许一个承诺，无论何时我找你兑现，你都要答应。对，你是南烟客？这是朱门皇城的地图，有了它你就可以找到姬如雪。主人，东都的船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
诸位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朱温怎么也没想到，一生鲁莽残暴的君王，最终却惨死在自己儿子手里。原来明帝从龙虎山归来后，不仅没有为其夺回龙泉宝藏，就连他最器重的二皇子朱有文也因此而丧命于龙虎山。这使朱温愤怒到了极点，于是便把所有的不快都发泄到明帝的身上。看你那个鬼鬼祟祟的样子，真让人倒胃口。我朱温啊，真命天子英雄一世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怪胎来？原先明帝是为了大梁江山的安定才修炼紫邪功，变成这侏儒的模样，而他最忌讳的就是被人视为怪胎。看到明帝的怒吼，朱温才察觉到明帝这是起了弑父之心。你要干什么？昔日我一忍再忍，不想破坏父子情分，可如今我已忍无可忍。朱温，这一切都是因你所逼。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来人，护驾！然而面对这些侍卫，明帝却丝毫不慌。如今他的九幽神功已然大成，这些侍卫显然就是为他磨爪子而准备的。在他迅捷的闪动后，所过之处便是尸横遍地，不一会所有的护卫便被他屠戮殆尽。看着最后一个侍卫的头颅朝他飞来时，朱温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。我是你父亲啊，你千万别这样啊。此时此刻，朱温还想搬弄他们的父子之情，可明帝早已将此情分拿去喂猪了。朱温，我忍你很久了。随着杀猪般的惨叫声响起后，只见明帝骑到了他的身上，娇小的双爪在朱温身上疯狂挥舞，多年的怨气此刻全部发泄到了朱温的身上，最后一爪直接刺穿了朱温的咽喉。一代暴君朱温就此惨死于自己儿子之手，而李星云也按照南燕客的旨意偷偷潜入到了皇宫之中。可当他进到宫殿时，却发现妃子李氏与朱温已经惨死，而殿外也响起了抓捕刺客的声音。慌乱的李星云连忙逃离，可当他飞身到殿外时，整个皇宫早已被玄明教的人围得水泄不通。李星云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来。随着孟婆与姬如雪的出现，此刻再笨的李星云也应该意识到姬如雪便是明帝引诱他的诱饵。李星云，你敢潜入皇宫行刺我父皇，今日我就杀了你，替他报仇。大唐不良人何在？这一幕直接令明帝慌了神，合着是他一个人卧底于不良人内部，而玄明教那根本就是个笑话。原先明帝想将李星云引诱至皇宫之中，再将弑君之罪扣到李星云身上，随即二人开始大打出手。李星云自然不是明帝的对手，他的攻击都被明帝轻松的避开。大天为实力的明帝自然碾压李星云，随即一跃踩到李星云的剑身上，而后开始反击，一掌便将李星云拍飞，之后又将李星云抓飞带走，狠狠地摔到石柱之上。就在明帝抱起准备将其击杀时，张子凡却突然现身。两人决定联手对抗明帝，可即便两人合力，依旧不是明帝的对手，被明帝打得节节败退。之后李星云就被明帝的九幽神功给缠住，可从小就得到不良帅的真传，加上张天师又替他换了经脉，生死攸关之际，李星云的鲜血终于觉醒了龙泉剑，自身的潜能也得以激发出来。挣脱明帝束缚的李星云直接剑指苍穹，剑气随之化为金龙直击明帝而去。随后明帝便被金龙卷至半空，又狠摔至地上。李星云趁机用华阴针袭击明帝，之后明帝的九幽真气开始散化，显然是内力被化阳针法所化解。眼见不宜动用内力，明帝便令孟婆出手击杀李星云。孟婆，杀了他们！技术老身不能从命。显然孟婆与整个玄明教都是不良的，而李星云见明帝已经大势已去，便打算放弃一条生路，不料明帝却不甘心而出手偷袭。李星云转身挥出龙泉剑，剑气化作金龙朝明帝直扑而去，此一击便将明帝钉到了石墙之上。随即明帝的九幽神功开始退化，他的大梁帝王之梦也就此终结，而此时不良帅也飞身而下。不是父子已死，大唐万岁！大唐万岁！伴随着众人的欢呼声，李星云开始步入金銮大殿。之后袁天罡表示，只要李星云昭告天下，
散落在各地的藩王必定会归顺，李唐王朝将重现往事辉煌。然而这个阿斗根本没有什么宏图霸业之志，更不懂得心许天下苍生，他心中的天下便只有姬如雪一人。就在他准备带着姬如雪归隐江湖时，一把利刃直接贯穿了姬如雪的腹部，而出手之人自然是不良帅。他自己苦心培育李星云这么久，就是为了复辟李唐江山，如今问鼎天下已经近在咫尺，怎么可能让一个姬如雪坏的大事？不良帅是必要让李星云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。随后李星云放下了怀中死去的姬如雪，此刻的他俨然万念俱灰，竟然拔剑朝不良帅袭击而去，而不良帅却守而不攻。待李星云将他逼之台阶后，告诉李星云，杀了我很容易，但你骗不了你自己。师父杨叔死，雪人门姬姑娘，那些当真与地宫的所有人，都是因为你而死。你能出生立于己，就是为了皇位而活。说完后便放弃了抵抗，金龙出鞘后一击便将不良帅的鬼灵玄甲劈开。待不良帅倒地后，又从空中一剑而下，刺穿了不良帅的胸膛。我答应过云娘，要把大唐完整的交到李星云手里。最终活了300多年的不良帅终究还是折在了李阿斗的手里，之后便灰飞烟灭，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。本以为剧情也就此结束时，最佳人气黑白无常却来到了地牢中。师父，二人从最卑微的小鬼一路扭转危机，竟然活到了最后，想必剧中的最大 boss 非他们莫属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部白无常是如何勾引大家的眼球。